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菩萨，大家平安吉祥。星期一的这一首歌啊，特别呢，为两件事情选了这一首歌。哪两件事情呢？当然各位一看哦，今天的早安佛光的背景好特别哦，在我旁边写着圆满两个字啊。那各位也看得出来，这是春节平安灯啊。那么我们在昨天啊共修法会的时候，就圆满了整个农历正月的春节平安灯，还有一些过年活动的啊这些功德啊，真的是叫圆满奉送啊。那么所以今天特别选了这张图啊，那作为啊对于感谢了啊，就是感谢应该不只是。不只是我们渥太华佛光山，我相信我们全球啊各道场啊都是在农历正月啊忙过春节活动之后啊，那么在啊这两天都会做啊圆满回向的啊功德法会哦。那这是第一啊非常圆满的啊，虽然在疫情期间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啊，但是如果回想起来，反而呢有些人就反映了哈，说好像因为在网络上看到，不管是总本山的线上点灯啊、祈福法会啊，还有我们北美洲这纽约道场做的就是北美洲二十几个道场，然后我们都可以去献灯可以去叩钟可以去上投注香等等那还有啦，有些道场准备了有过年的吉祥红包或者有福袋现在讲起来好像感觉好像很遥远了齁其实才就这一个月内那么一步一步这样子走过来那有人说怎么感觉好快哦特别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不但过年过得很快然后嘛就是才过完年听到我们在讲北美人间学院开学啦这个皈依典礼报名要赶快啦还有云来吉讲坛这个月底也开始啦种种学习都很多齁感觉怎么又一年怎么才开年现在已经都三月好几啦那当然有一些道场像我们就开始了清明法会受理这个牌位要登记啦我们要做文书处理啦又清明啦清明法会了清明节觉得到了清明节四月那不是年快过一半了吗所以各位看你这样听下来觉得太快了吧这个时间太快了吧告诉各位如果你觉得时间很快表示你过着像天人快乐的日子这个时间的感觉人在快乐的时候就是你会感觉这时间好快哦也可以倒过来讲当你感觉时间飞逝怎么过那么快表示你其实是很快乐很愉快的在生活中你就感觉这时间好快。但如果啦你很煎熬很折磨快要撑不下去啦负荷很重啦这样你会感觉这度日如年啦就是说你会感觉时间的感觉所以时间其实无形抽象的是我们人类把它制定一天24小时一个小时60分钟这个长度好像你听到哒哒哒好像这一秒一秒这样过这是我们把它制定的人类把它定下来但实际上时间是没有具体概念的你很快的时候你觉得时间也很快过去那你很辛苦很痛苦的时候你觉得熬得好漫长就是时间的感觉是很漫长的所以你当你觉得这怎么看来看去这一天还没过表示你很辛苦但如果你说怎么一眨眼这一天就过了就像有人听早安佛光怎么才两句十几分钟到了这样就是就表示你是很欢喜的在那个每一个当下对时间的感觉也反映出实际上我们是很愉快的就像刚刚讲过年过了马上又如何了我如果说清明过了之后你要准备这个农历孝道月又要到了哇太快了吧表示我们很快乐好了那这第一个就是说春节平安灯法会功德圆满那很感谢所有大家的护持在疫情期间大家不容易道场也不容易但是互相陪伴互相扶持互相照顾
反而在一种很温暖的氛围之中，开开心心的，我们又向前走了，那这是第一个，要很感恩，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昨天呢，是大师出家纪念日，农历二月一号，不论您听看到这一集早安佛光什么时候，您记得农历二月一号是很重要的一天啊，因为如同大师他生日在农历7月22，如果没有大师的诞生，如果没有大师的出家，那当然不会有佛光山，不会有我们，没有就不会有很快乐大家在学佛的各位哦。那所以感谢这一天哦。那么山上当然特别哦，就在这个夜晚哦，举办了一场很特别哦，叫做无人机高空灯光献礼哦。那谢谢师父哦。那么所以我请我们方圆啊多一些功夫，因为这个整个的无人机哈、哦，无人机这很奇妙的哈、哦，就是。我觉得那个不知道谁发明的，真是太厉害了哈！不过我们感谢很多的功德主护持哈因为这个所费也不少哦那么在这个我想我不用讲的，各位待会儿呢我们要介绍今天的这一首人间因缘，就是感恩的人生啊。感恩的人呢有情有义，感恩的人懂得付出。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感恩的人生真的你会。就是内心很富有，然后又可以知道明白富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那总是呢，大师在这首歌词里头把感恩的人生把它写下来。那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春夏秋冬，不管任何顺境逆境，其实都是满怀感恩的哦。那么，所以我们谢谢有师父谢谢有大家所以献上这一首感恩的人生，那么就一边欣赏这一场灯光献礼各位注意看如果这个无人机它在夜空之中假设是白天一片光明的时候，你是看不到这些的美丽反而是在一片黑暗之中，越暗，然后你就看到这个灯光献礼就越为美丽更为灿烂其实也是表示了。我们在行菩萨道你不会跑到那个这个一切具足的地方说要去救苦救难其实行菩萨道的人往往是在很辛苦艰难困苦的时候，更加显出这个行菩萨道的人的这一番决心跟他的努力人生路也是一样的。总之，我们一起欣赏这一首《感恩的人生》，谢谢大家圆满了今年春节平安灯的功德，谢谢我们师父为我们带来富有的人生，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生是幸福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感恩的观念是智慧的财富，智慧的财富。感恩的心灵是丰富的宝藏，感恩的习惯是处世的虚心包容。